徒弟，你过来把这个放点盐，这个放点鸡精，这个放点味精，快点！你在做啥子？哎，师傅，你 out 了，做川菜就用川霸王，川味凉拌菜用一号，麻辣型川味炒菜用二号，鱼香型川味炒菜用三号，川霸王一二三号，所有川菜一网打尽。耶！难道这川霸王一二三号真的要火了？川味调料世家。